与此同时呢，一场由射凤行举办的演武比试也将在到期展开。对阵过程中，旅行者将不使用元素力，通过格挡和释放剑技来进行战斗，把握时机，在对手进攻瞬间释放格挡，即可完全减免受到的伤害，重置格挡冷却时间，并积攒锐气。而当旅行者攻击命中对手，以及随着时间推进，也都会提升锐气值，攒满后即可释放剑技。而对手也会在一些情况下施展出极少使用但威力强大的奥义，旅行者们要注意观察场上的局势哦。